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、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。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就不可能有个强大的祖国。那么强大的军队呢，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要把这种英雄主义精神发扬光大，早日成才，早日立功。怕不怕？不怕。好，好样的，一定要这个从严的去训练，艺高人胆大嘛。要全面落实战斗力标准，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，保持高度戒备状态，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，坚决捍卫国家权益。有了先进的飞机、防空武器，更要有啊压倒敌人、不惧一切强敌的这种英勇气概，这才是我们强军的魂。希望你们忠实履行维和使命，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，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良好形象。